从全省各地的气温不难看出，春天的脚步真的来了。三月春光明媚，万物复苏，就像诗词里说的哈，三月春光浓似酒，传杯莫放纤纤手。三月连空气中都洋溢着美的气息。最近趁着春意渐浓，向往出行的小伙伴已经跃跃欲试了。在福建的漳平，10万多株樱花沿路绽放，构成了一幅春意盎然、美不胜收的多彩画卷。这里的樱花花期大约在1月下旬到3月的中旬。从航拍的角度看，粉嫩的樱花沿着茶山小道开放，仿佛一条条缠绕在山间的彩带，在绿色茶园的映衬下分外的艳丽。青山和樱花薄雾共同谱写了一曲相伴相守的浪漫乐章。春回大地，壶口瀑布最近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。随着气温的不断回升，壶口瀑布水量增多，形成阶梯式的瀑布群。湍急的河水奔腾而下，跌入深潭溅起的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不时地出现彩虹，非常的梦幻。当然，壶口瀑布最有名的还是三月桃花汛。如果你既想领略壶口瀑布的绝美春天，又想要观赏独特的自然风光，此时最适合不过了。再来看在新疆的伊犁，伊犁河在传递着春天的信息，河水逐渐解冻，欢畅奔流，它的美已经藏不住了。伊犁的三月总给人不一样的感觉，清晨的雾气下它充满梦幻，中午的蓝天白云让它美得像一幅画，傍晚的伊犁河迎着日落也颇为浪漫。伊犁的春天美不胜收，而各个地方气候的差异使游人在春天可以欣赏四季景色。